我哋而家由左向右、西向东咁数一数啦，呢、這、一个唔知咩山峰，呢、這个可能系 Annapurna， 亦都可能唔系。呢、這、一个可能都系 Annapurna One， 但系亦都可能唔系。跟住就系已经一啲唔知晓嘅山峰啦。跟住望一望呢个冰川地形，哇，根本就系沙砾嚟嘅。大家唔好以为冰川系干净，啲冰川落嚟嘅时候推冧晒啲石咧，磨碎晒啲沙，磨碎晒啲石，变成沙砾，咁就变成一个烂地嚟嘅啦。